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刚子哈。今天啊，咱又来到黄河边了，但是今天变天了。今天啊，刮着这个风啊，有四五级的风，呼呼的。也比昨天的冷了很多，降了有十来度吧。今天咱上那边去打一下，看看能打几网。风有点大，这大爷说那边有个宝贝啊，有个20来斤的大甲鱼从那边了，咱过去看一下多大，拍一下去。走。这么大，前面那个就是是吧？哇塞！哎呦！我去！我操！感觉跟活的似的。我操！太大了吧？这么大呀！我天！哎呦，没有水的。太肥了，这个不得20多斤吗？对。真细啊！俺从俺这上来的，爬上来的，结果他就死在这岸上了。哎呦，多少斤？我擦！得20斤啊，最少20斤啊。最少20斤。哎，连胳膊断不起来。鱼去吧，这是贵呀，这是币啊，这贵吧？这鱼啊，就是啊。今天这个风啊，确实大呀！哎呀，刚才让那个大甲鱼啊震撼到我了，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甲鱼。对。但是它是个死的，太可惜了。哎呦，你甲鱼要是活的，可是咱不卖10000多。对。咱都没逮着一会儿，没打的，还在黄河边看着这四五年了。人家接着捡住了。大家，你们看视频也见着了啊，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开始干了啊！今天风大了，但是呢，网可能撒的不好，但是不一定不中鱼哈。刮风它容易刮上大鱼来哈。来吧，来，漂亮！哎呀，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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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小夹钩的，肯定有鱼是吧？有鱼啊。大鱼耽误没有啊，反正那小鲫鱼啥的应该不少啊。对，这浅点可能，哟，还不浅嘞。不浅。有哈，有货。有哈，真是鲫鱼嘞。哎呀，真是鲫鱼嘞啊！近距离观察网的动向啊。哎呀，里边还有啊。我靠，里边还属于大肉，等等的，看看等等网了吧？我看了，等等的网片子装了。哟，哎呦，这个顶上来的了，这个鲫鱼不小啊！哦，那里个露尾巴了，看了。进肚了是吧？哎呀，露吐了是吧？哎呦，再来一个，来，破网了。看这个顶上来这个，我操！来进肚了啊！进肚了。这边还有。看这边，我操，下去了，下去不要紧，它冰杀了。哇，没有了，三个了啊！三个。我天！哎呦，这大鲫鱼啊！这不是小鲫鱼啊！这是大鲫鱼！我天啊！也是大鲫鱼，1斤多一个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操，太大了。这行了。嗯。等等的话，看着大鲫鱼。我去，完美，完美，1斤多的一个，看，这俩比较大，对，哇塞，太膈应了，完美，好，接着来，还有，我钩子上真就是有鱼了，看这天吧，这是有鱼啊。漂亮！哎呀，真改个这个钩子嘞！感觉好浅哈。嗯，非常漂亮。看不像有鱼的，看。这就浅点不一定没有啊。鲫鱼在浅水上。我操，那边冒大烟了。
哎呦，看到了吧？抹大印儿。抹印儿。哎，那是个鱼有可能。看看，有货有货，这网绝对有货。看到了吗？抹印儿了。哎呦，有货！我操！啥是啥？哎呦，哦，黄河口大闸蟹，黄河口大毛蟹，大闸蟹，这就是黄河口大闸蟹啊！哦，咱山东最出名的黄河口大闸蟹，这是。哎呀，太棒了！一窝的，看，哎呦，这就是从边上来，边上跑了，这个跑过来会爬，通网了，横行将军啊！对，我操，这厉害了！办事，这比鱼好啊！对对对，值钱啊！对，值钱多了。这个不光是值钱，难搞啊！难搞，现在开始上这个了哈。对，看，哟，抹的，抹的吧？我看看，翻过来，抹子，抹子，啊，真是抹子了！我操，我操，这一拍杠大了，你知道吗？蟹都拿着我，干和三斤的似的。哈哈哈，三斤没有，俺得有一两啊。嗯。不敢有、啊。神叔，我看看。大吧、啊？大，太大。过瘾。看啥了？我操！哎呦，爬这里边去了。哇！哎呦，等会儿，别动！我过去给个镜头。这不和就干涸了吗？干涸。嗯，干涸一样样的。嗯。我操的，从爬到这深窝里一个嘞。我操！不错嘞，腿都没有了呀，又掉了。好，家伙，你这有还你知识啊？还你干啊？这就是干个我的吗？哇！哎呦，行吗？行，你还是扣那个位置了。我看了呀，嗯，这帮咱省事吧，我直接坐上坐过去。啊，这个深水有可能还有这个大闸蟹啊，够得了啊。那你一拖就直接都上来了。对，这还是不够快的哈。啊？哎，行啊，让你直接拖肯定是啊。对，你们拖就行啊，你钩太很窄了就过去。拖到那淤泥上了，看有货吧？哎呦，毛印儿，有毛印儿的。我和你拖最后吧。就这了。嗯。给我拖。嗯。里边刚才我看见有个鱼了。有个鱼是吧？看一下啊，应该是有货。哎，有，看到六了，看到六了，我马上就到头。再拖到这里，把它拖这里。放下。放下。哎，你再放那个头放。手是咋着？手咋着？啊，收起来吧。那应该就是有啊。过来看，就在这边，你看，泛浑那边直接就是。有，哎呦，不是一个，嗯，太多了。我又说这浅滩里肯定是有货啊。现在目测是俩，目测是俩。哎呦，仨，还有从外头的。我天，
哎呦，爆网了！爆网了！我去！我去！哎呦！我去！我操！这是光说数鲫鱼吧？哟，还有别的嘞！这大闸蟹，还有大闸蟹是吧？嗯。来来，叔叔啊！叔叔，都换吧、啊。这个光泥儿，哎呀，看，螃蟹，这是啥嘞？啥螃蟹？鲫鱼啊。螃蟹，螃蟹不少，螃蟹不少。螃蟹，螃蟹，好，螃蟹不少。哎呀，螃蟹，螃蟹，还得十来个螃蟹嘞。哎呀，鲫鱼也得十来个。鲫鱼啊，嗯，鲫鱼啊，还有个扁鱼嘞。咵，我操，像是泥儿啊，是吧？哎，还有个放鱼啊。放鱼，咵，咵，看这小鱼都是咱放的它啊。嗯。给它放晒水的，对，哎呀太膈应了，看，哇塞，太牛逼了，哎呦刺很腻，黄河口大闸蟹了，对了多少啊？你数数，看着刚才看一窝一窝的，处理，哎呦我，这是一堆干活的，这是，看，哎呀。哎呦，太膈应了！好，这么细啊！我就说嘛，你看着一开始和没有解螃蟹似的，但是一摘的时候真是多、啊。我哎呦，我的衣服啊！衣服上洗的吧，回去。洗不出来，这白衣服。你看，给俺带这些干活带劲了啊！哎呦，看，哎呦，啊，这个还一窝呢！啊，你还一窝了？我操！这从泥儿里一拴出来，它就窜。好啊，太螃蟹啊，太简直了，就是。你看这个母泥儿，这个让它呼呼的跑，它、嗯、身上弄上泥儿，它又不跑的。对，原不是他们逮的时候先把它身上剁上泥儿。你知道为啥吧？为啥他们说咱黄河逮的鱼不动吗？就是剁上泥儿了。对，你看，哎呦，你还有一窝。哎呀，全是干货啊，看、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一醉啊，不少，可是不少。看，好天，就专门，咱拧个头就看见的了，看见有没有鱼了，但是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，有可能还有螃蟹。对，就拧个地方，我还要光会拖那个网，它就不远了。对，把网来拖坏了。嗯，因为啥呢？这个网啊，这鱼的，你这一时间拖，它就拖片片的。嗯。以后不好用了，不好撒了。嗯。行啊。不少啊哈，可是，咱把这小鱼给它放了，放了，小大点儿，这还有吗？那个扁鱼不小，留着吧，留着吗？啊，把鲫鱼来放了一下，去，哎呀，多，可不少，放上来，这个别，那个不放，我放那里边了，啊，这里边，哎，行，走了，你压点，咋使劲使小的，帅死他，哦，行了。走了，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视频到这了哈，喜欢我的点个关注，看了啊，全是母子嘞，嗯，全是母子，好，拜拜。